个情况的话就是可以顺畅的切纸，但是呢切不动直筒，所以呢咱们把它给磨一下再来试一下。今天用到的石头的话是直接一块龙虾的本质系列2000目啊，然后喷点水就可以用。研磨的方式的话，它这个一个角度大概是1厘米到1.2厘米的一个高度，就是刀背距离底石的一个高度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研磨的方式的话，咱们可以这样分段磨，也可以这样连贯性的研磨。材质的话，这个刀是超级轻质啊，所以硬度之类还是比较高的。它是有一定的锋利度的，所以咱们在研磨呢就研磨20到30下左右，再来看它的一个效果。最后再把那个刚才那个直筒拿来试一下。